淘宝店外贸现在弄不了，而且我现在也没时间弄淘宝店。其实，安妮现在不玩了，老了玩不动安妮了。啊，觉得我可能要被针对了，我要小心一些。30了，已经30了。如果你不习惯出吸血装，那你可以点吸血。如果你习惯出吸血装的话，那你这个点攻速，我是这样认为的啊。反正这个其实。也看有些英雄啊，比如女警，她对这个攻速的需求就不是特别高，那她就点吸血比较好。哎呀，像薇恩这种的，对攻速要求比较高的，可能就点个攻速会更好一点。啊，当然这个也是不是绝对的，看你自己心情。啊，我现在没大号，我曾经好几年前我上过王者。那我现在钻石技术吧，大概。我现在应该钻石技术还有，我现在应该是娱乐直播，只是我今天晚上好像有点累了，娱乐不起来了。啊，我回复小包了呀。因为当年顶着国服第一安妮的名号嘛，然后虽然顶着这个名号，但是连电竞王者都上不去，就自惭形秽啊，就觉得很丢脸啊，然后就算了，不玩安妮了，放弃了。这样子，有些时候你这个怎么说呢？你顶着什么一些名号，反而。会是一种压力，就我当时就玩你是会有压力的，就现在我玩提莫的话，我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压力。你说我提莫菜也好，或者怎样也好，我是这个都无所谓的。但当年顶着国服第一安妮的名号，就怎么说呢？交互盾吧，不交太危险。还没有，提莫现在还没有改动。哎，我突然觉得我这部兵还是收一下比较好。收了这部兵的话，我可以出个鞋子。反正护盾的 CD 也很快，还交的比较稳一点。哎，被这个干人吓了丢了2刀。啊，对，当年就是海，我最喜欢秒辅助了。哎，辅助掉线了，什么鬼？我在 B 站直播已经1年半了吧，其实也快，也没有1年半，反正1年多了，啊，希望能活吧。是啊，明天早上卖饺子。这一局有点难，不一定会赢，尽力吧，尽力就好了。这号是白银，
啊，直播时间是晚上，开播时间不固定，一般晚上会在。啊，这饺子一个月能卖多少？这说不大清，反正卖饺子一天赚个100多一点吧。不知道乌龟会不会来找麻烦。我要是人一 v 二杀掉乌龟跟这个盖伦的话，那这局应该问题就不大，但这应该是有点难。希望这个瞎子这一局能给力一点。啊，为什么不去反三郎？我觉得三郎也可以拿。也没有啊，学生是要放假的呀。学生周六是要放假的。我周六周日的话也是这个不卖饺子的。打盖伦就没什么意义。哎，但是他不让我 A 他。长发已经剪掉了，卖饺子的话还留着长发不太合适，而且长发打理起来是挺花时间的。我还想是我可以反杀这个盖伦，是我想太多了，是我想太多了，是我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。饺子自己扒，刚这个闪现。因为我想反杀对面的这个盖伦，所以就没打算交。他这波是没大的，尴尬。运气差了点，被他闪现平一下，这个死在当时的这个红 buff 手下了，可惜。这波要是盖伦没闪的话，我是可以反杀他。我主要被他的这个给埋伏到了，有点气。没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问题不是很大。
他应该是这里直接的跳下来的，那这波就没办法了。唉，也许对面小炮让这个打野稍微针对我一下，也许是这样子。啊，我也没说这里就打完就下啊，我没想游啊，但是我这波跑不了。盖伦可能还在草里面蹲我吧，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很高的。我知道盖伦在这里，我想过乌龟也在这里，但我没想到乌龟在这里，我没想到乌龟在这里，这是我一个没想到的一个东西。嗯，现在等级被压了就有点麻烦，这几波蹲的影响是，好吧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盖伦又跑到这里来了，他可能还在，好吧，看来这波并不在了。为什么我优先选这个而不是塔皮呢？因为拿了这个乌龟就拿不到了。哟，你终于来啦。不知道狐狸在不在后面，果然还在。啊，狐狸这波不在，盖伦应该是走了。他这波是不该来抓这个盖伦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很肉了，但我刚刚还是抱着一丝侥幸。没事，打后期这一局。我们后期阵容伤害是很高的，可惜，唉，可
可是啊，我的战士，没事，只是劣势局而已。不是我吹，劣势局我打的太多了。不会再下了。这帮人哪里出来的？我靠！这盖伦刚哪里出来的啊？在这里出来的，我还真没看到盖伦刚刚。只是在那边蹲着我啊，这这就很尴尬了。
盔这一局这个装备倒是挺讨厌的。六六六六六六六，很六，很六很六。还在这里蹲我吗？这是。哇，刚刚有多少人想到他们在这里蹲我的？扣个一，有多少人想到这个呢？有多少人想到他们两个在这里蹲我的？扣个一。我不该出来也是。我当时应该多种一个蘑菇的。我当时应该多种几个蘑菇，在塔下跟他们绕一下。我不这个闪有点浪费了。去下路吧，没事，他们这样针对我，其实这一局我们可以拖到后期的，我们这一局很容易拖到后期，这样打的话。只要拖到后期，我们这局也不一定就打不过。这样我们后期阵容并不是特别好。但对面后期阵容也不是那么的好，其实。现在一个肥的就是盖伦阿姨，你看我被这么针对，我死了七次，我的补刀 也是全场最高，我不怂。哇，这一下还是有点痛啊。
是啊，不触破败可能打不动他们。感觉飞机当时不敢上来啊。啊，确实有乌龟在，我也不该上。水源是要出的，慢慢来。拿大鹏就好，后面这一对面的阵容要被我们分针放死，这一局拖到后期就很好打，再过七八分钟就好。哇，我怎么就没血了呀？这家伙伤害都这么高。这波我们团战一点都没亏，我们落后二十多个人头，但是我们这波团战没亏，这还不足够吗？小队拿了，
小爱已经死掉了，头疼。凯伦伤害好高啊！天，大龙没了，可能是个压力。说不要开团呀、啊。还行，这波守下了。大反派也没办法呀，飞机者。盖伦几乎全输出装啊，团战要不要盖伦了这。我不知道盖伦在哪里，知道就好，说的啊，翻翻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大了。
哎，不对，卖错了东西。好，这就对了。现在就等我们的大嘴它发育起来就好了，带它出一件装备就可以了。差差一点点，哎 ，nice， 应该一波了。好了好了，赢了赢了。整只针。